好球，先看这一个好的李博言杀进去，有没有机会射门？漂亮，1-0。王王子轩右脚来射门，射门漂亮。继续找到黄超这边，黄超回摆一下，脚一踢，八脚弄射，漂亮，3-0。这个球虽然力量不足，但是角度相当的刁，门将扑了一下脱手之后，球还是滚入了网窝，3-0。好的，陈涵捅给了万象，万象起速，漂亮，给了陈涵，晃过门将，轻推空门，漂亮。